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Mina。 兔耳兄弟呢在洛杉矶现在又有开新盘了，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新盘呢叫 Skyline。 那我们要看的户型呢是这边我觉得会最热卖的一个户型，也是它最大最霸气的一个户型之一。这个户型的名字呢叫 Sunset， 也就是日落。那户型呢一共有五房、5.5卫、三车库、5472尺，结合成平方米差不多520平方米左右吧。目前呢有一栋现房，有一栋期房可以选择，$2,320,000。那我们身后的这一栋呢，它其实是海岸现代风的一个住宅外观设计。买新房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外形是可以后期选择的，就是在你选地块考量的时候可以做参考。那这一栋户型呢，我目测看起来它的这个无论是层高还有采光，都会让我们非常的 surprise， 非常的惊喜。这个呢很类似于我们之前Yubalinda 那边的 Augiata 的一个户型，双向楼梯，现代版的悬浮楼梯，然后采高的这个高顶，以及非常充满现代感艺术气息的非常国际范儿的这种房屋整体的格局。好了，现在跟我们一起去里面参观一下吧。How are you？好，一进门呢就是这个非常霸气的双转楼梯，而且这个楼梯呢是悬浮楼梯，顶高呢目测有20尺以上，一进门呢就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空间。这种高顶的进门设计呢，不仅一进来的第一感觉非常的豪气霸气，对屋主人的第一印象呢也会非常的好。那正餐区域呢便在这一边了，而且有一个360度的这个拉门可以直通户外，让室内跟室外很好的融合在了一块儿。那这个户型呢，它其实不只有现代非常这种现代风国际范儿的这种外观呢，它在户型的格局布置上呢也是非常的传统非常实用的。为什么呢？这个厨房是开放式超级大中岛，有你所有需要的这种专业级顶尖级世界级的这种厨电配置，旁边的一个传统的客厅空间在这边呢尽享家人的时光。那这栋样板房呢采用了大量的玻璃拉门，为了呢就是把室内和室外很好的融合在一块，不仅享受室内家的温馨，而且也可以感受户外阳光的温暖。那我个人呢其实是最喜欢这个户型的外观与格局的，而且据我聊客人来看呢，其实很多客人也是很喜欢这样一个户型格局的。那每个人喜欢呢一定有它的道理，肯定是实用实际又好看了。厨房的厨电呢在这边全都是 Wolf 经典品牌，这个呢跟兔耳兄弟也是一贯的作风，都只用最好的最轻奢的这一种。那它的这个口碑啊还有它的这种建筑风评啊一直都是不错的，所以推到这个品牌提到兔耳兄弟，买家都会觉得哎，这个档次不会太差。那厨房的这个炉头和水池呢是这样斜对着的，使用起来其实还是蛮方便的。那配着一个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白色暗花纹的10英尺的台面，三盏这个额外升级的这个水晶吊灯，把厨房的这种文艺范儿就直接带出来了哈。那另外客厅呢一个必不可少的地方就是它的电子壁炉，大部分的新房呢在做升级的时候，壁炉呢已变成了一个选项。因为很多华人呢其实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配置，壁炉呢会占据一定这个室内的空间，但是传统美国人呢壁炉是他们文化与家庭素养必不可少的一个存在，圣诞节节假日在这边挂满袜子互相追求礼物已经是他们的一个经典传统了，就好像我们过年要吃饺子过年要放鞭炮一样哈。那这边呢它是也是一个全景拉门，可以直通到户外。那这个户型呢因为它是这个景观房，所以它后院的墙壁呢全部都是玻璃墙壁，可以一眼望去后院的繁华美景。好，那因为今天呢是它的这个 broker preview， 所以说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行人路人参观者在这边饮食喝茶或者是聊天社交哈。那我们呢可以自顾自的拍拍视频，给大家第一时间呈现出这个房子的经典所在。那转到楼梯这边呢就是我们一楼的这个书房和洗手间，那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一栋书房了。这栋书房呢照比其他样板房布置起来呢可能更加的典雅小清新，
在这边坐一下呢，办公、写字、读书，累了还可以在躺椅上小憩一番。书架内部呢，也都配了这种内置的电光，额外呢都是有很细节的这种装修升级。我们自己在做升级的时候呢，也可以参考看看。楼下旁边呢，就是一楼的这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套房空间。这个套房看起来就更大了，可能会有13x16这样的尺寸吧。那在这边呢，其实是非常的家人友好，在远方亲戚来这边去看望你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安置在这里，不仅宾客感觉舒适，你也觉得有面子，是不是？那这一个房间呢，也带有自己的衣帽间以及自己的这个淋浴房等等，所以整个配置呢就都包在这个房间里面，非常的这个舒适。那我们一楼参观好了呢，现在让我们用一下双楼梯去到二楼参观一下看看吧。猜猜我现在在想什么，我到底是要用左边呢还是右边呢，你说呢？好，现在我们一起去二楼来参观一下。双楼梯的好处就是家里人多的时候上楼梯完全不打架，而且可以挂上你各种各样喜欢的这种很高层次的吊顶灯，来凸显你们家里面的这种奢华气派。双楼梯的二楼呢，托尔一般都会去做一个二楼的阁楼空间 ,loft 空间。那这个空间呢，也是你全家人使用度最高的一个地方，也是个人经验了。在这边呢，你可以布置成小书房、小家具室，或者一个小型的家里一起看电影、喝茶、打牌的一个地方。这个空间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二楼的露台三盏叠加式的拉门推起，你便可以走入到室外。走入到室外呢，就可以尽享波特山庄特有的这种有山峦叠起的城市美景。夜晚的时候呢，这边会是万家灯火，因为我们地势比较高，所以底下的一切星星点点都尽收眼底，这种感觉应该是非常不错。晚上可以倒一杯红酒，就是在这边看看万家灯火，想想人生。我呢倒是很希望有这样一栋房子，所以呢要给大家积极的拍视频赚钱，来投资一个这样的豪宅。那好了，我们现在去参观一下二楼的这个空间。我猜测这边应该是次卧所使用的一个空间，所以里面呢就是家里面的孩子的地方。那这边呢两侧各是一间房间，每一间房间呢尺寸都比较大，所以可以尽情摆下大一点的床。因为很多客人在跟我反映的时候，就是说托尔的户型大归大，可是他们对于这个子女的房间未免布置的有些局促。那这一边的这个5000多尺的户型就解决了你这个问题的烦恼。这间房呢也是套房了，里面呢也带有这个淋浴房。淋浴房呢也做了很简单的很淡雅的这种白色升级，所以这个保养起来应该还是很舒适的，很适合给家里面的这个女儿吧。这间房布置应该蛮适合女儿的，而且房间呢配备了2盏窗户，而且是对称设置的，所以布置起来呢应该也是非常的简单。那走出来呢便是另外一间房间了，这一间次卧呢就更加大了，而且它的设置呢其实是给双胞胎设计的，因为这间房其实本身是非常宽的，老外呢他们生双胞胎的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如果两个同性子女住在这边，其实平时还非常对他们这个成长交谈也是很好的。那这间房尺寸真的是很大的，而且这边呢也升级成了这个淋浴房。如果是我的话，布置成双胞胎的话，那我可能会把这边变成 Jack and Jill 双人洗手台，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这间房呢它也是有3盏、4盏窗户，保证了房间充足的采光，所以它的二楼空间呢其实也是分开主次两部的，主人那一边呢是尽享主人的绝对的空间，完全不受打扰，次卧这一边呢也是子女的绝对空间，所以说彼此之间呢都是很有一些隐私的。这一间尽头呢是另外一间房间，这一间房间呢可能就是已经给家里较成年的子女了吧。那这一边呢它也是布置的非常非常温馨哈，非常这种怎么说呢，很甜美的感觉啊，应该是给那个 teenage girl 青少年小姑娘的。里面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洗手间，这个台面就友好很多了，而且这边呢保留了这个浴缸的设置。而且这一间房最友善的地方就是这边的这个窗户，也可以在这边去看一看山景什么的。一般来说，在他们做房屋内局设置的时候，他们会尽可能的在这块的基础上
大大的增加这种窗户的采用，而且呢在风景地块来说，这种窗户的使用呢也会增加这个每个房间的可视度，从而提高这个房子内部的一个使用的潜力。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它的主卧空间，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你们呢？好，走到二楼之后转左边是次卧，转右边是主卧。去到主卧呢，让我们来尽显一下在这个家庭里可以感受到的这种很奢华的享受吧。来解释一下，这边呢是主卧，这边是洗衣房以及主人的书房。我们先来从卧室参观一下。One piece 的这种 marble 大理石 slab， 也就是说整片的加厚的理石的墙壁的镶嵌，配上现代版的电子壁炉以及超级大的液晶电视，内嵌的书架还有温软的床铺，都让这个主卧显得非常的舒适。加大的窗户、加宽的采高，还有内部的整个布局，都是很适合现代年轻人或者是中老年人的这种喜爱和口味的。而且主卧呢，一般都是跟自家客厅同一个方向了，也就是说一栋屋最好的采光、最好的方位都是在主卧这一边。在这边呢就可以更进一步的看我们的山峦叠起城市的万家灯火，还有稀稀碎碎的邻里社区以及未来的这种天空的蓝天白云等等了，很舒服的一个空间。这里不错啊，在主人房也可以去做一些小小的这种写字啊，或者护肤啊等等。比如说我们要写文案的话，如果夜晚突然灵感一来，不想下到楼房的话，就可以在这边完成哦。那主人房这一边呢，它的浴室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差。一般来说，这样的布局呢，它会给浴室最大的空间，甚至大的像一个房屋一样，大的像一个房间一样。让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一间浴室真的是太大了。感觉至少有二十尺宽，12-13尺高吧。而且它所有的这种主人的这种浴间的那个浴台啊，全都是这种加宽的，颜色统一和谐的这种理石 one piece 的，非常厚，而且摸上去的非常温润，整个感觉呢就是非常的气派。而且它又不是用那种很俗套的黄金搭呀，或者是那种很浓重的花纹搭，它整体又非常的素雅，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那这一间淋浴房呢，它是一个加宽的设计，如果你想安两个淋浴头跟你的爱人共同在里面洗澡的话，我觉得这个条件都可以满足你哦。那当然现代版的房间呢一定要干湿分离的这种配置，淋浴房和法式浴缸都是并排摆的，而且男女主人各自有一个非常宽的这种台面，中间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域，甚至可以在这边摆一些盆栽花纹的。那个男的他，你可以送你的女的他每天一个很新鲜的这种玫瑰花摆在这边，所以说你们的夫妻生活可能更和谐哦。那走到这边呢，就是二楼的这个一个衣帽间的空间，这个衣帽间呢也采用了这种全部透明式现代版，全部都是玻璃拉门的一个设置，那配以这种内嵌的柜式灯，把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大、更阔、更气派，有没有？而且衣帽间里面有1、2、3盏大窗户，所以说你在这边换衣服都会有自然光，可以看一下这个衣服在自然光下面的颜色和感觉啊。而且对面呢就是街道和小山坡，你也不怕邻居的这个偷窥哈。所以在这个衣帽间里呢，应该能收藏下你很多的这种衣物类的收藏品，真的不错。第一次见到这种全是玻璃拉门的衣帽间。那衣帽间走出来呢，如果你换掉了今天的脏衣服，你直接走出来便可以放到这边主人房的这种洗烘设备。有些人喜欢这种布局啦，有些人不是很喜欢，我个人的话可能会觉得这样非常方便。而且它其实是离主卧的浴室主卧的房间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晚上洗衣机烘干机会吵你睡觉哈，因为关上门加上这种墙壁内置的 insulation 隔音隔热，你是听不见什么杂音的。180度美景的超级漂亮的后院，配以这种精致典雅的防水地板砖。在这个后院呢，有一个超级大的阳光房，你可以在这边宴请你的20-30位宾客。户外厨房呢，精心的配置了这种不锈钢的橱柜，以及 Wolf 的超级大的烧烤炉等等。在这边呢，既可以做美式传统 barbecue 汉堡，又可以烤我们中式的这种小烧烤、羊肉串什么的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后院呢，你可以物尽其用，
尽享家中美好的室内室外结合的这种完美生活。院子里呢，豪宅当然要配泳池，这个泳池的长度呢，绝对是足够长了。在早晚期间，如果不是太晒，你也可以换上你最新一款的泳装，在这边尽情的畅游。游累了呢，可以点开户外的这个篝火，在这边烤烤棉花糖啊，或者是在这边喝个香槟、聊聊天什么的，很舒适的一个格局，可以在这边甚至举行一个小型的婚礼了，你说是不是？那这样一个后院呢，它又不只是冷冰冰的全现代式的这种一个感觉哈，它也会配置一个这种小型的一个假草草坪空间，你可以在这边养一个狗狗，修一个户外的这种宠物小房子，也可以在这边作为你户外的一个瑜伽练习健身房，在这边呢可以晒一晒太阳，或者是平时感受一下美好的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风光。哇，好晒呀！所以说感受风光呢一定要在早晚，不然呢你一定要擦好防晒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今天呢我们一起参观了加州波特山庄全新开盘的 Skyline 的Sunset日落户型，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户型，我猜测这个户型也会是它最热卖的一个户型了。$2,360,000，五房5.5卫3车库，5472尺，这边呢是一个警卫铁门社区，物业费呢是$409一个月，地税呢是1.265%，所以说持有成本呢还不是很高哦。附近呢商圈配套齐全，99大华呢在15分钟可达的距离，山下5分钟呢有汇丰银行、后富以及其他的这种餐饮行业等等。去到 LA 的这个机场差不多是3-4-10分钟的距离，去到比弗雷山庄呢差不多是15-20分钟的距离。总体来说呢，配套升值、投资持有的这种潜力都是很不错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就要抓紧时间了。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我是 Mina，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哦。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